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可领导呀，小铃铛，打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健康的自然地图，是张趣味详细地图，叫做僵尸榨汁机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推荐，谢谢呀。谢谢。还是同样的问题，我开的房间小伙伴们进不了，所以换着狗蛋来开。密码多少？9897。9897 ，OK。进来了吗？进来了。好的，那我就发到群里面了。先看一下僵尸猎场的玩法，在商店里购买生鸡腿、生猪肉、生羊，买那些生肉。然后呢？然后丢弃在那个僵尸墓穴附近引诱僵尸。然后再通过道具把它给捕捉，捕捉之后再放到这三个，在咱们面前有三个榨汁机，分别是1号、2号、3号。嗯，说的是你。然后榨成果汁吗？我的天哪，好刺激！对，哎，刺激！我怎么动不了？哎，动得了。先看一下咱们身上有什么宝箱，这些宝箱好像开不了的耶，需要看广告的。是的。有两个生鸡腿，哇！商店，走，出发，走，哦、出发，捕捉捕捉，抓僵尸喽！捕捉捕捉，捉到一只。要先丢肉，丢肉在附近。嗯、然后他一会儿就会出来，出来之后打他就能捉到他。哎，我抢到了！可是我也捕捉到了呀。我抢到一个。不要跟着我啊！自己想办法去掉。好，再来一个。没抢到。这么多僵尸墓穴，真的是。要跟着你。哎哎哎哎！拉西，小心！哎，这个僵尸王干什么？嗯，这应该是在一号，这个应该是在二号吧？对，二号。漂亮！成功捕获僵尸王。哦，干嘛？看一下僵尸王能榨成什么果汁啊？哦，变成了紫色的奶茶。好，榨汁中，等待十秒。这紫色的。这奶茶可以自己喝吗？哇、哦，
梦溪对吗？奶茶 C，红色的，好像是草莓味的。还有双人奶茶，那个要怎么炸？不知道。梦溪奶茶 C，你看，你看我手中，看我手中，看不见，不知道是卡在图里了。西瓜味的还是草莓味的。嗯，看到了。卖14块钱一瓶，好像每天的价格它都不一样。那咱们睡一觉再说。买一把武器，哇，武我器觉得好贵啊！最划算的应该是，我是不是入藏僵尸？第一个。试试入藏僵尸。我的武器要爆了。我的也差不多了，他们总是想来捡漏。自己有手有脚，能不能自己去那个？讨厌！总是想来捡漏，我绝了！那么多个地方，为什么总是要发在我的地方？二号大城堡，城堡这里是干什么的？咦？这可以干什么？使用可疑捕获猎物。陆战僵尸，快出来！默哀老纸，你们默哀老纸，再来一个！不要跟着我了，不要跟着我了。好家伙，他们全跟在你屁股后面了，nice，呀呼！我过去找你了，哥哥。哎，过分，谁抢走了？哪个小偷？不是我，我看到你手中了，我这个是一号奶茶的那个，讨厌你们这些人，哼！我真的没抢到啊！你走开，不要把他们引过来。谁让你嘲笑的？幸灾乐祸！真的是，自己一个人钓僵尸不，他不香吗？这谁呀？咬口硬硬的鱼，你给我走开！五哎，倍，五倍，五没倍，抢五倍，到，五记倍，不记？五倍，五倍，五倍，五倍。OK，哇，今天11块钱一杯哎，昨天7块钱一杯，这刷的好慢啊！这个执着换杯同学，他是不会玩吧？哥，你要不买武器，我可以买得起了。我发现他们就是眼瞎，不看右边的那个聊天框，是的，就就是眼瞎。非要来抢我们的劳动成果，哼！对，就是眼瞎。捕捉僵尸网，不要跟着我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！我感觉这期视频发出去，他们肯定会说，眼瞎，还不是个传染你了。说的很有道理。抢中了，238块钱，我怎么感觉我这钱越赚越少？丢不刚刚丢了个僵尸王，好气！本来我今天是赚的，哥哥，你最好打那个小的，那个小的其实挺挣钱的，就是一星的那个，然后多打几个，然后就一起那个卖钱。好气！我要远离他们，往这个位置走。哎，这个第8瓶凯伦，你给走开！好，他自己丢了，那我换一个位置。我运气还是可以的。不要过来抢我的，这谁呀？走开！完了，我的武器要爆掉了。讨厌。再换一个，榆林小星辰，你给我走开！好嘞，我已经有4个僵尸王了。完了，我还以为被他们抢走一个，还有4个，把这4个掉掉，看一下能赚多少钱。我投入了38块钱呢，今天。我今天投了57。
啊，不止，没有57，应该是50左右，啊！4倍。这咬一口硬硬的鱼，我烦死他了。我有60多块钱了，73。你不要跟屁虫一样好吗？买个能量剑。生鸡腿、猪肉，讨嫌真的是。哥哥，我要挣大钱了！完了，他们看到我这亮灯，肯定要跑过来。哎，干什么？给你！你把你的木棍子给我。马上就要爆了。没事，我有钱呐、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花。我看一下我今天亏不亏。干嘛？你的在后面，你的木棍就是在后面，你的在那儿，你的路长枪是在这儿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是不是有点傻？哎，好，我去卖掉，去榨汁。看一下今天的果汁多少钱？榨汁工厂，哦，7块钱，价都最低了。这双人奶茶怎么弄的？不知道，是几杯一起吗？123新捕获的僵尸。总是抢我的，我都快哭了。双人是不是一起放？试试看，来试试看。嗯，来，好了，好像颜色不一样哎。嗯，我觉得是不是合成的？不对，没有，吞掉了。我的在这儿。哦，是不是一起放到这边卖？就比如说我拿一杯这个颜色的和一杯紫色的，就是放到一起卖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好像是这么回事。哎，今天的钱比较少。回去再弄一个。现在奶茶多少钱？今天奶茶才10块钱，我之前卖的话一杯14呢，小杯的。我刚刚看才7块，现在已经涨到10块了，待会应该会涨到14块。好的，那我得赶紧赚点。没武器了，武器爆了。兄弟们，可怜可怜我，不要抢我的奶茶。好 ，OK， 看一下有没有涨上去，10块钱，我待会再来买。可以怎么看涨没涨价呀？它后面有数字的呀，有价格的呀。好吧，我等我看一下。我这个双人奶茶币价格好贵哦，28块钱一杯。我看一下，哎，我好像能放得起。双人奶茶这个，哎，怎么合到一起吗？不知道，10块钱一杯，我给它卖掉的话，其实也赚了。稍微等一下吧，我看看能不能。背包内可以制作。我来讲他们的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陈明奶茶说到，背包内拥有国内制作好的奶茶，点击相应的模型即可出售。哦，他们好鸡贼啊！看到我在旁边，他们不丢，不丢生肉，不掉僵尸啊！18了，14，这14也太便宜了点吧？涨了吗？13，跌了。我来了，跌了。我说的是 A。对啊，10跌了。没跌，它没涨，算了，我卖掉了。
我刚刚明明看的是十一，结果刚刚跌了一块钱。63块钱，赚了，赚了，赚了。来吧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